我们知道第五首，但我们就不说，因为我们前面也答对了四首。原来是讲了人名，对，我刚刚发现了，所以我才叫这个赵建黎的名字。我试一下，赵让。啊！赵建黎，赵让。反应有点慢啊。赵让、赵建黎、陆思恒，哦，你这不找打吗？你叫上自己的试试。莫扎哥，帅哥，我说帅哥。这个是与事实相悖，所以那要挨打，还是得打。这样吧，我不装了，我跟你们说吧 ，boss 就是赵建黎，他就是啊，真的。其实吧。今天不只是有 boss， 还有别的东西。我就是那个别的东西。他绝对是那个什么，我莫扎哥怎么能成为观众？